哦，很好，好了，刚刚琪琪躲来光现来光的教学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小龙女们，我们现在一人选一个人，那我们上来验收。好，他们六位选，好，六位你来选。好，来帮我各选一个。Go！ 来，有没有人七月想上来？谢谢三话。哪个来？好，来宝贝，来宝贝，来爸爸陪他一起好了。哎呀，熏鸡阿伯不是熏鸡哥哥，轻点了一位上来。来，欢迎，来中间请。好，来，罗拉选到了吗？选他，等下他动作这么大，顶到。谁？啊！来，林雷林，多吉林。哎，你过来啊！你不是有小英铁粉吗？现在没领你铁粉是不是？什么两个人？干嘛？哦，喜欢你们两个，好花心哦你。好了，来，欢迎。我们刚刚前面。好来，小心哦，慢慢来，进他一个路，进他一个通道，来。我们刚刚站前面。可以选吗？你的人在哪里？啊，好来，好来，我先，来，宝贝们，不要失控，来，我先访问一下。那你今天叫什么名字呢？三行诗达人。三行诗达人。哎，你们，不要走错棚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都会写三行诗送给我。每天吗？每次主场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最记得哪一行吗？谢谢。他觉得心痛啦，人家心痛啦。好，那你让你讲一句。李子李。超漂亮的 Doki Doki 哦，怎么好意思啊，我要跟他收宣传费啊，给你们 Doki Doki。 好了，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来叫什么名字？庄哲伟。好了，欢迎哲伟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宝贝，你来叫什么名字？怡心。我们掌声欢迎怡心。好可爱啊，你结果你太可爱了，应该直接跳过我们。掌声欢迎婷真，好可爱。你呢？小英，我跟你说，欢迎嘿，小明。啊，没事，咱们节目都好朋友，好，欢迎小英，给小英掌声鼓励一下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们欢迎思成，好高级哦。你呢？我叫云林。云林吗？云林。掌声欢迎于宁，我北贡，你才叫反我。叫什么名字？来，我们欢迎爸爸，爸爸一起好不好？一起跳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好，哎，很棒。好来。